科梯生活科技教室自制喇叭。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一组喇叭是由成渊高中徐文达徐老师指导学生制作的。那学生自己制作喇叭的木箱，在一个喇叭外接一个讯号跟电源线，这边这个外接器可以控制大小声，然后它是由电脑 USB 供电音源线输出。这个简单的这个电子零件的作品，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来创作喇叭。我非常感谢台北市全院高中徐文达徐老师提供这么棒的教具。